我是中华民国流行创意舞蹈协会的秘书长邱蔚华阿修老师，请各位就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会直接用配对的方式，随机配对的方式帮各位队伍抽签。接下来下一位要搭配到的老师是我们的师妹老师，师妹老师 HIV， 恭喜 HIV 搭配到我们的师妹老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师妹 from Mr. Lady， 然后我的擅长的舞风是 wagging、voguing， 还有 jazz funk， 跟比较漂亮相关的风格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辅音科技大学的 HIV。那我们擅长舞风是 girl step、girl hip hop and waking。就是很幸运，师妹老师跟我们的舞风是蛮接近的，所以就是可以 match 在一起。然后也很喜欢师妹老师的风格，所以蛮开心的。我一开始看团名的时候完全没有一个头绪，但是我看了影片之后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 lucky， 是我们两边都很幸运。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发挥我擅长的东西，然后他们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学到更精细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不是直男，很开心，不是。今天就是把我们Mr. Lady 比赛的时候会用的一些技巧教给大家，包括层次、画面，然后细节的展现。我觉得他们很聪明，然后跟本来就有自己的一团的怎么讲默契，对。但是透过练习，从慢的数拍，然后大家的默契这样会越来越好，这样。老师上课也就是教得很细节这样子，然后听大家都会哇，就是有一个新世界的感觉，就是跟音乐搭起来之后跳起来发现哇的感觉。目前这次的合作赛我觉得很有趣，然后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学生，然后他们也可以有机会在比赛的压力之下还可以有学习的内容。六万块是我们的，三万，三万啊！第二名都想拿哦，三二一 ，HIV 加油！Yeah.
赛，谢谢大家，恭喜得奖队伍，我们明年见。老师，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。